9000多隻家禽感染H5N1禽流感死亡，當局經撲殺區內近萬多隻家禽。 各位早晨，我係陳家珍。因為內地咧係再爆發禽流感疫情啦，四川大竹縣上個月有1000多隻家禽死亡，證實係感染 H5N1禽流感㗎。咁當局已經撲殺萬幾隻家禽，暫時係冇人受到感染。黃思琪報導。